主任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反映一下。啥事你说？今儿后晌，我到咱村接到转了一下，发现村面扔垃圾这个现象很普遍。书记啊，你说这些现象，我以前也遇到过，就是不知道这谁扔的。咱们村大了，住的人也比较多，就是你发现了，说上人家几句。 人家也不高兴。你说的也对了，但是咱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这就靠咱干部在村民之间多多宣传。主任，这个宣传只是个形式，咱们要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才对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是啊，都在办公室商量。 我娃又病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哟，老人病了。哦，那要赶紧去看。好。那我走了，珊珊。路上小心啊。好。哦。咦？咋了？哎呀，大壮。 请注意，村民要组织大家开个会，村委会来个代表，然后代班参加会议。哎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喇叭正好通知三年。好像是，开啥会呢？开会？开啥会？不知道吗？哎，要不是这，咱先上去听一下去。走走走。村民，村民要组织大家开个会，村委会来个代表，然后代班参加会议。各位村民请注意。 环保、美化大家园，对，知道了，啊，开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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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
迹也比较多。当然，这个美好的环境要靠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。大家都要知道，咱们村的街道就如同每个家庭的院落一样，如果大家把街道打扫得干净整洁，就是外面的人来到咱村，也对咱村人会另眼相看。前两天我在咱村街道转的时候，看到咱村有乱扔垃圾的现象。这谁来啊？又把我是站出来嘛啊？嗨，现在啊，和别人我素质简直是太差了。你看，你看，都没敢出来承认，我就成了缩头乌龟了嘛。当然，大家也不要误解，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，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儿女，而是和大家共同商量，齐心协力的搞好咱村的村容村貌。我知道，咱们村村民平时干活比较累，也比较忙，咱们村垃圾台也比较少，
所以经过村委会两位班子研究决定，在咱村再设一个垃圾坑，地点就设在张大庄门前的工地上，村上会定期的派车把垃圾运走。随着垃圾台的增加，我不希望以后再看到有乱扔垃圾的现象，希望在场的各位能够积极配合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你烦我也烦得很。哎，伺候别人，我都是老人。要不是我姐跟我兄弟喜欢咱，咱都能累死。大壮，咱就一个娃，可到老了咋办呀嘛？你还想得远的很，我现在啥都不想，光想睡觉。去去去去去，给我乱病，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给他乱病。哎，你乱，你乱。这个奇了怪了，是谁平白无故在这扔垃圾？就跟你说嘛，这些人咋是这样子呢？是这，你回给他做饭去，我在这待着。那行。我都不相信了，谁这么不长见识呢？赶出来，崔英！谁呀？谁？你看是他。哎呦呦，不都扔个垃圾吗？可把你两个大惊小怪的哟！哎呀，婶婶，他倒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，你咋能把垃圾扔我门口呢？今年我村上决定给你门口这空地上设个垃圾点嘛。给我门口设点？我咋不知道呀？就是，他村干部啥大，他凭啥在我这设个垃圾站点呢？你得问村干部去。你我是村干部当着村民的面说的，你两个能不知道？哎呀，婶婶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差的很，忘了为啥你两个没在屋的。哎，你今就是把垃圾不能跟我这扔。哎呀，大壮，我看你是欺软怕硬吧？啊，别人扔你怎么见当的？我还就走扔了，你还把我咋？崔主任，在不在？崔主任，在不在？咋样嘛？我去了，屋就没有人。啥？没人？哦。那咋办啊？咱不能看咱屋这门口的垃圾越堆越多。那你说咋办呀，大壮？那你得给他想个办法嘛。嗯。是这。我今给咱把垃圾收拾了，让他谁也到不了。这是人家村上你安排，咋能把谁当着嘛？村上决定的，我都豁出去了，我都蹲在门外头，
你看谁敢搁这儿倒？那就收拾吧，收拾。大壮，炒我们盐了，你给他买点盐去。我把菜都切好了，回来我要炒菜了。好。哎，弄啥？咋可是你？你还从一会儿叫在那扔垃圾的。我一说，我正专门在这等着。逮住谁，谁给我把清理了？凭啥？凭啥？我说你这帮扔垃圾都是扔渣。你说谁是人渣？你咋这么不讲道理？讲道理？我今儿都不讲道理了。你能把我咋？我看你先收拾。你上啥？你就是渣，打！先收拾。打谁？打谁？打谁？傻子！打谁？打谁？你！你说谁呢？谁在我门口扔垃圾？你给我咋扔？我给你咋扔？去给穿上去去！那关我事？哎呀，我都是你说，你真吓着我！哎，我都不想你，真吓着我，真吓着我，真吓着我！喂，姐，啥？怎么叫人打了？好好，马上就来。你看你干的这都些啥事？这都是你妈逼你。我就想不通，我妈一个老婆子能把你逼成啥样子？你妈这是太过分了。现在我啥都不想说了，我妈住院花了5000多块钱，你赶紧给我一套，嫂子。啥时把我妈那个医药费给我？这还需要叫我三番五次的催的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事能全怪我？不怪你，怪谁？不管咋说，我就为我妈讨个说法。这钱你不给也得给。不给。你不给也得给。不给。不给你就给我等着。总算找见你两个了。哎，大壮，你找我们有事儿？我肯定要找你两个。大壮，你咋发这么大的火呀？发火？哎，我就问哈，我屋个垃圾台为啥放我门口呢？你咋给你门口不放呀？大壮，前段时间开会不是说了吗？开会？开啥会？大壮，有话咱好好说行不行？好好说。哼，大壮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咱村人口居住比较集中，就你家我门口能大一点。村上是经过再三考虑才把垃圾台设在你家门口的，并且叮咛村民倒垃圾的时候尽量往里倒，不要影响你的生活。你这样做
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。喂，老同学啊，你快来嘛，我把啥都准备好了。你来干啥？我来干啥呀？我来干啥呀？你干啥？我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呢？你怎么想干啥呀？想干啥？好，你别着急，把儿子回来。你娘，这都是俺干的好事。走，赶紧走走走走。妈，妈咋死了？叔叔在厂屋来，把厂屋砸进西门了，妈把我给推倒了，把我撅给我的。这弄的啥事儿？啊，主任啊，那看一下，今天这个麦子，这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呀。就是是，哎，只要雨水好，哎，今年就是个丰收年，哎。嗯，是啊，你把这个撒虫、对，灌溉、行，施肥。对，把这个工作一定要抓上去。行行行行。啊，另外一个对面那片地，你准备咋考虑啊？啊，我想叫种些豆类的，不知道村民的这个意愿是个啥。再一个，嗯，再还是看这个行情，市场行情的分析哈。对，哎，你这个想法不错，哎，挺好的。不是干啥呀？哎，好像打架了，那赶紧走，看看走走，赶紧看看，快快快快。你起来，大撒架子！过来，你，哈，这干啥？啊！年轻轻的，有啥事说不成，非要打？干啥你们这？好了，你两个好好消消气，回去好好想想。白事儿是，往回走，走，回去，往回走，走。我今儿把你们叫在一块儿，就是想把你们之间的矛盾给解决了。这事都拖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么长时间，俺连办都上不成。哎，你说这个也是个事实，但是你看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乡的，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哎。这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对吧？这大道理我都懂。我两家现在发生这么多矛盾，我都村上人气的。这，我承认我们干部做事不周，可你们遇事也应该冷静一下。哎，遇到事情咱好好商量嘛。商量，主任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走司机。啊，那段时间村上事儿比较多，我们忙也没顾得上。忙，我都不是借口。再别说那些废话，我只要结果，把我妈的医疗费给我。医疗费，医疗，来，你们这是？这都是因为当时你把垃圾台设在我门口，发生一系列事情。哎，你今儿就是把垃圾不能跟我这扔。哎呀，大壮。我看你是欺软怕硬吧，啊！别人扔你怎么见当的，我还就这么扔了，你还把我咋？我说你这帮扔垃圾，都是扔渣。你说谁是人渣？你咋这么不讲道理？不讲道理，我今儿都不讲道理，你能把我咋？哎，我看你欠收拾。你想咋？你就是咋？打！是欠收拾。谁能给我们给我扔垃圾？你给我咋扔？我给你咋扔？就踹上去去！那不关我事。哎，那都是你搞的。主任，实际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么多钱，
我也想了，我两家之所以发生到现在这些么子，我都是你没有责任。就是的，所以我认为我林家婶婶产生的医药费得由崔成来吃。哼，哎呀呀，你好啥呢？哎，你帮个我妹，咋弄呀？你把我屋东西砸的稀巴烂，把我也打受伤了，这笔账也得算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消消火，有话好好说。就是的嘛，有天大的事情，咱总得要解决嘛。对对对，咱们好好商量嘛。不用商量，我只要结果，把我妈的医疗费给我，赶紧。我认为这事应该从上处。你。愿水解不了金渴，还是淋漓情重。妹子你好，你好，你是？我是咱县环保局的，领导派我到你们村进行实地调研考察。是不？你真是我村的稀客，欢迎欢迎。哎呀，妹子，你太热情了，能不能带我到你们村转转？没问题，那我今个就当你一回临时导游，走。走。
你看你们村这一堆堆的垃圾，咋能成这样子？哎，是啊，我村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哎，提起这，我都想起我门口一堆垃圾了，我头都能打死。现在提倡垃圾分类日常，既环保又整洁。哎，我村这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要改善，必须要改变。改变。我谈何容易，我再给你转转看。走。我今个在你们村转了一下，我发现你们屋垃圾点堆放垃圾，污染环境，很不卫生。你说这些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村村子大，人口居住比较集中，我们作为村干部也是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便利，比如我们新增设的垃圾台为他们提供了便利。我回到单位给我们领导反映一下，我们领导说我们国家要实行垃圾统装制，也就是说以村级为单位的街道实行带个大型垃圾桶，每四至六户共用一个，每天有专车进行拉运。是不，这太好了，这下俺们村这个村容村貌就更加整洁了。咱们得感谢这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。哎，不用谢不用谢，咱们应该感谢工作在一线的环保工作人员，是他们勤劳的付出才创造我们美好的环境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以后那些拉运垃圾的保洁人员会更辛苦，咱们给他们点赞。好，对，应该的，应该。